四月初的米兰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，而这个时候米兰也有一场年度设计界盛事正在举行，那就是米兰家具展。今年米兰家具展已经迈进第56周年，主题是 Be the first for the latest， 第一时间掌握最新趋势。我是 Icon 的景伟，过去3年我都来到这里报道各种最新的设计点子。今年的米兰家具展有什么新的看头、新的花样呢？我们一起走进会场去看一看吧。